乐团成军第十三周年，所以今年我们会有一系列非常特别的演出，而我们也即将在3月28号那天 ，Roxy Rocker 举办一场演唱会，而这场演唱会也是为了 Roxy 31周年的生日派对所举办的，而且当天晚上应该会有3个乐团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玩，祝 Roxy 31岁生日快乐！